柴，化火柴，化火柴，化火柴。这个化火柴是什么？就是化开吗？卖火柴的小女孩嘛。当年的找了香港的一个电台 DJ 写的歌词，就是年轻人啊，他其实没有什么牵挂，所以整天呢，要么就趴拖啊，也不会有真正的太多的烦恼。OK， 嗯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前是男身上，今天找到我心中的女神，嗯，对，就是邝泽东。不是，邝泽东，定心跟泽东不是啦，泽东是男神呐。哦，泽东是男神，男生呐。哦，女神是定心，定心呐，要讲错了。他们两个直接来表演一下，这个男女对唱的，不是。独唱的，他们现在把它变成两个人唱，唱你听听看，不同的感觉。感受来来来，带来这首《化火柴》。跟这一个虚脱至死，拒绝是勇气。不知怎地，苦去半张被，跟那一个租场大戏，快白发凄美，仍然又不敢这样花光一世纪。挨不大，挨不大，遗失总找住解，来得快。深刻，对呀，蛮深的。你以广东话，这文字是属于广东的文字嘛？对，广东语法的用法。对，演唱会要不要唱这首？有，你知道吗？这歌有国语版，国语不知道，叫《准我爱你》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不过是三个字，简单的，认真的，吓坏了我自己。后来我也不记得哈。OK， 来来来，今天课这个定心，定心，定心，泽东。我香港人啊，要讲过。哦，你香港人啊？系。哦，咁啱嘅。系啊，咁啱。
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对，那在香港他也是那个歌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他也是唱跳歌手，正在努力。其实他唱跳很厉害啊。泽东也是香港的朋友，是香港的朋友吗？他也很会讲。邝泽东，泽东啊，他在台湾的艺能界的那个艺名叫黄豪品。哦，我刚刚看也觉得好像。哎，真的是豪品在唱歌啊，他是舒服版的豪品。是是，广东话很标准呢。嘿。我是马来西亚的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所以马来西亚都能讲广东话，广东话识听唔识讲，识识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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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语气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，麻麻地啦哈。这一段的感觉怎么样？他唱歌也有用气声唱哦，嗯，就这个有点风格，会有点类似哦，类似是。你自己的歌发过单曲吗？有发过，也是这样的，差不多这样的风格，气音比较多。有发表要不要演唱一下？给他唱一下。哎呦，对对哎呦，我这个单曲叫《告诉自己》，请你要努力，勇敢走下去，请你每天告诉自己，你可以。多给自己信心，多给自己勇气，总有一天那个人就是你。哎，这么励志的歌，他唱的这么痛苦。哎，他有一段很像杨宗纬的感觉，宗纬的感觉。你没事吧，泽东？没事，没事。来听定心的，来，叫没你在旁的后来。哎。从此不再往来，迷途失所跌入大海，一千千眼泪灌溉，你没在旁的未来。You're gone, you're gone， 过去的不可再爱。